之前不是被那个换脸，然后变成 AV 女啊？对啊，一开始会觉得说应该没什么吧，应该会嘻嘻哈哈带过，没想到看到之后，那眼泪是直接掉出来耶。罗龙看完自己的性爱片泪崩，有愉悦就好，砸一百万付出。那前日子那个事件是，就是变成公众人物以来是最大伤害。对呀、啊。谁会一天到晚发生这种事情啦？这次是呼，是受教了。你损失了多少啊？多少什么？工作、友情吗？对啊。脱口秀演员龙龙去年九月底爆出龙 K 事件，被经纪公司屠龙解约。时隔半年，除了即将演出舞台剧，他还砸了100万举办个人脱口秀复出。你怎么踏入就是所谓的就喜剧，然后讲段子这个？哦、oh.。我想一下哦，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。高中的时候加入戏剧社，然后那时候我戏剧社的老师有在喜剧俱乐部打工，所以呢他就带我去看，然后看到就觉得哦好酷哦。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很想要演舞台剧，可就想说哦，也许脱口秀是一个我最快踏上那个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先试试看，殊不知一试成主顾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一场脱口秀演完，可能只有几百块哎。我妈妈会一直就是希望我去考公务员呐、啊，塞公务人员简章给我啊，这样。啊、不是塞钱啊，不是。哎，结果脱口秀急拍坦，动不动就被火烤。龙龙事后，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的今天一掌自嘲，当初应该冲上台揍一拳的，大家就会说好帅，真女权。哎呀，没想到再度被演上了。我当然是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一步。我当下觉得是它是一个自嘲再加反讽的笑话啊，就是你怎么会觉得暴力可以解决问题？对，所以我。不太懂为什么会误会这样子，有时候当然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还是会觉得啊，就是有点感慨这样子，也会有很多不开心或是要承担的后果，所以就把它写一写，然后放在未来的作品里面。之前不是被那个换脸，然后变成 AV 啊？对啊。你觉得这件事情比较严重，还是把你的私事搬上去台面上？什么？你这样比？你这样比？我个人就是很不是很喜欢，就是没有公开的事情，然后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，我如果跟你很，我是不是会很害怕我身边的朋友或干嘛，就是会一直把我的事情拿出来讲，或是干嘛的。保险自己要谨慎。啊，所以你就在检讨受害人吗？对对。没有啦。谢谢谢谢，好开心哦！谢谢。我觉得两个听起来这个没有。我想一下哦，不是啊，因为听 fake 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啊。一开始会觉得说应该没什么吧，应该会嘻嘻哈哈带过，没想到看到之后，那眼泪是直接掉出来耶。怎么会自己会变成主角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其他就是被批的那个主角们。可能都是一些身材比较好或者很漂亮的女生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怎么会有我？就是一方面，哎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开心，就是这件事情，这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我觉得很荒唐，这样子。性爱动作它会有很多的碎洞或者是干嘛的？我的天啊 ，amazing！ 所以我那时候就吓到了。如果真的有相信的话，吼，开心好，你晚上有约到，好，那就好了，功成身退。